震怒之日，终末之时，天地万物焚毁殆尽，如奥丁之预言，黑暗无以幸之。点击右侧按钮，装备武器。战力起始，开断光明之章。将缔造属于你的传奇。我们知晓你失去记忆，但你身负使命。元火卷轴伴你而生，给予你指引。点击头像下方按钮，挑战英灵觉醒。英灵觉醒获得大量经验。新兵，你还需要勇气。所有期盼者看到希望，你唯有更强。继续挑战英灵觉醒，解锁女武神，获得大量经验。下面才是你真正的试炼。金兵，继续向前。从于你的选择，你将永远前行。点击此处，领取等级奖励。
将带着众人的祝福翱翔，世界也将见证你的强壮。击败魔王首领，我的装备提升大量战力。击败魔王首领，我的装备提升大量战力。获得强力坐骑，升星坐骑可获得大量战力。已承袭上古神意，理应守望光辉，所向披靡，击碎黑暗。是你最忠诚的朋友，值得你去用心呵护。强化装备可大幅提高战力。利刃已于黑夜绽放，你将是世间的希望。远古的神之呼唤响彻耳旁，现在就让他降临，与你并肩作战。强力女武神，请为她升星并出战吧。光明圣剑将与你同在。载满圣域与荣耀而亡，因光辉与你而生，今后我们依然守护这个世界。元火卷轴正在耀动，势必有新的信息。